管血算什么啊？三管血不还是死在我手里了？我让你三管血。我现在是打嫌疑狼还是打一心啊？他们俩一块儿的。他们俩一块儿、嗯，这怎么打？一次打两个，还都这么强。走到这儿有记忆了吧？可是那个不是存在于狼的记忆里的事情吗？也是回忆啊。啊，太绝绝子了、嗯！绝绝子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绝乐的升级版。哦，我们都已经到了这个梗需要别人来解释的年龄了。他以为我不死斩了。对。嗨嗨！哎，我喝个血就不行吗？哎，我已经忘记怎么打天守阁嫌疑狼了。的确忘的差不多了，我就记得他有一个会引雷的动作。我来给他演示一遍哈，就这样打，就这样打，我不能打二阶段给他剧透的。真是的，剧透又咋了？不行，这个游戏要是连着打的话就会累。嗯，打得好快吗？可以吗？打得比我快，然后就是剧情。你可以看一下，嗯，他给他爷整出来了，哎，一心爷爷来了，所以我现在是直接对战一心了。对，原来一心是这样打的，我之前还迷一心都死了，哎，上来就是个威，不友好，哎。加血先，你们先不用。你有这时间找的时间，你就先加血了。boss 没了。OK， 打到二阶段了，不错。这就是伪名流，他武器太多了，他双手持武器就很恶心。长枪哪是单手啊？长枪是双手武器吗？明明，然后远了就用枪，简直下作。我忘了，朝右闪一下。哎，嫌疑狼都不知所措了。能让我喝个血不？啊？能让我喝个血不？你看他摔得这么紧，又是这个。为什么打嫌疑狼死得这么干脆呢？手没跟上脑子，脑子没跟上眼睛，眼睛没跟上画面，可能是躺得太舒服了。那你打算跪着玩吗？不。气人！那你来，你来，你来，让我再见识见识他的招式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对啊，男主播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不行啊，这个有点菜呀、啊。我也知道，我下次嫌疑狼死了，我就直接死。哎，我居然也蹲下来，跟你一样。难道是被我传染了？我再试最后一次。你也 OK， 好。你也调整好了。嗯。我的心态快崩了。OK， 这面就找回来了。真的服了，火牛砍了两周啊。我那个女主播切磋，我火牛哪卡了？火牛卡了一天，卡了一天算卡吗？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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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！嘿嘿嘿！好，可以了。好，加个血，加个血，雷头，漂亮。好，三阶段攻击是一样的，只不过多个雷。不小心摁出来了，哎，没有，你没有弄出去，看不
清楚，太刺眼了。再来再来，雷反要端几次攻击？好的，我是不是过了？过了，再过了，再斩杀一次。好的，我过了，快给我鼓掌，快！哎，还有一个，借错，这个是，是剧情了吧？现在，好。好爽呀，浑身轻松。我以为还要到明天我才能处决他呢。他现在已经是保存过的是吧？这个我记得应该是的。要不是的，你得给我杀一次的。那现在可以开始第二回的战斗了。好穷啊，还是没有钱。确定？可是二周目我也记不住路了。一周目的时候有这个画面吗？这个小红伞还挺好看的。一周目念珠拿全了就可以不打部分精英。对，往前走没错吧？虽然已经玩过一遍了，但是你忘完了。但是我仍然不记录。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的话，应该是让我苟过去这一段。二周目非剧情依然玩出了开荒的感觉。我这两天正好在做智狼前面的视频，女主播问的问题基本上一样的，虽然有一些进步。一个月打完一周目，我觉得我可以的。不要交付，交付了会双男是吧？哎，我二周目好像交付了。你交付了？难道你是双男还是单男？单男这个词不是什么好词。是吗？你不用知道哦。我是直接跑酷呢，还是一路杀过去啊？我主要是我不认路，你得给我指路，知道吗？嘿，嘿，你还敢？啊，上面好像有一个精英怪，怎么直接就有精英怪了啊？砍他没关系，还怕他吗？哎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嘿，你这个会跟嫌疑狼打一次。嗯，一般你是打不过的。嗯，还有人能保住胳膊吗？你可以试一下，你可以打过嫌疑狼。好，漂亮，出气的这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还是断臂了，是吧？看吧。惯杖，他是不是开始出阴招了？那镖是谁的？还真是阴招。著名两大阴逼之一。真阴。这女主播打得太流畅了，我都有点不习惯这样的女主播了。女主修了结局是要打永贞的，对。白色什么还要打永贞啊？什么还有狗？有鸡吗？我去杀个鸡。嘿，就一个大将，好吧，上吧，退一下躯干。他也会，他还会向躯干潮的。果然都二周目了，还跟初见一样。哎，我都忘了怎么打他的了，先把他引下来了。哎，这个地方太窄了。哎，还可以这样。完了，又要死了。你走是不是该遇到蛇了？好像是，完全不记得路了。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犹豫了。我不是犹豫了，我是不知道路，然后就等等一个时机。戳他。好，戳一下就 OK 了。我不希望有太多的，我是不是还要上轿啊？不要上轿了。对，等着。往右边跑，你等怎么样？戳了，我赶紧跑呀。然后，不是在树枝上，怎么会掉下去呢？
这是哪儿啊？这是我不太记得了，先跑吧。怎么回了那么远啊？不知道啊，我现在贴墙吗？贴墙。好，不是这儿，我现在迷惑了。走到对面，跑到勾到对面。不对啊，这是从哪儿开始的？从之前开始。然后是等一个机会往对面的山洞。他在挣扎，你就不用等机会，你就直接。哦，他现在是在挣扎哦。听不到声音吗？我听到声音，但是我以为他在狂乱，他随时会就是狂乱中的话会随时打我。怎么上呀？都是，他离你十万八千里。不是，他在上面乱砸，这是我的必经之路。你不动，他一直这样。是吗？刚才就不是这样。那就是不管如何，他就，为什么他和刚才不一样呢？我蹲着可以喝血吗？可以啊，这可能游戏 bug。 那我现在还能走这条路吗？那一直你就跑过去就完了呀。这跑不了啊。接着走，大不了就是死重新来嘛。它吓人啊，你为什么从不来不知道这条蛇吓人呢？假的呀。假的它也吓人啊。不用上轿了，你已经戳他了。那我现在呢？你现在出去，然后往轿子这个方向跑，就你现在背面跑。我感觉他好像打不到你。我莫名其妙啊，现在。我刚才就是从这一条路上掉下来的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掉下来。我加了血，然后呢？然后再往跳上跳上去是吗？跳上去，在沟上面有沟的。啊！啊！没事，好，现在可以。继续往上沟是吗？我怎么看不到了？啊！起来加血。你刚看到的时候为什么不调视角朝上？我不敢啊！我是不是还要退回来一点？好，进去，进洞就好了。进洞他就不会追了吗？具体鬼行部什么样我已经忘了。骑着一匹马。我知道他骑着马，我说的是攻击招式。OK， 漂亮，一遍过。记得这边是有个鬼佛的，对，在门那边。不过那边小兵居然没死。是啊，我都没死。还两个都没死，还我重新来。你不用不用重新来，不用重新来，你直接复活跟他干。再看，他疯了吗？他是疯了。哦，居然给他炸昏厥了吗？他死了吗？嗯，他死了。没有出现红点。出现了，你没看到？女主播现在真的是变强嘞。这个屋檐，往右再往右是吧？嘿！这就是洲际导弹。浪费我的血瓶知道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没休息。
我现在手都这么慢了吗？我记得之前我都是靠这个。之前也试了好几次。我可以，哎，我没接到。对，这次正确的。哎，还是刚刚是下段。破防了，赶紧起来！好，过来，挺快的，三次过。OK。三管血算什么啊？三管血不还是死在我手里了？我让你三管血。可以，这个很快可以当片头的。怎么回事？我要打一遍他。それでこそ、わしのせがれよ。切らねばなりません。